觀塘在短短數年由工業區逐漸轉型成為工商綜合地段，配套日益完善。其中中海日升中心是2015年入伙的甲級商廈，大廈地下至二樓有多間商鋪，三至九樓是停車場，車位充足，而11至39樓分別是鋪位和寫字樓。外觀配以玻璃幕牆設計，加上雲石大堂，大廈位處觀塘主流一線街黃金地段，各式食肆林立，盛行盛市。而交通配套方面，大廈鄰近港鐵站亦都有多條巴士和小巴線貫通全港。由於近年觀塘區有多棟商廈和商場落成，人流日益興旺，升值潛力強，吸引不少大型企業落戶，前景備受看好。